家记得帮我们按赞，把直播分享出去。今天礼拜六固定是在太平了，太平的中山市场旁边，然后明天礼拜天是在大肚，大肚附近的朋友赶快来大肚给我们温暖。人如果多一点就比较不会冷了，因为挤在一起。这咖啡器我就想喝。他们那都早上七点多，很早。嗯，礼拜六都七点多就到了，就开始买了。哦。杨大哥早。外班。好，现在出门谁先要上？好，启明 OK， 等你。送。现在要有新的送。83.5要送。天气冷冷，大家都防护。现在稍微阳光有稍微出来一点，就比较没有。刚才风大说超冷，连马尾妹都在抖。我表示算你个鬼女啊！他牛排啊，牛吧。这边有三个，可能剩没几份，你要一份。好，你要两份。哎，这样够吗？线上的留了吗？等一下，这边有两份啊。一份，今天要多多喝，多多喝，再多存在。全都是靠钱。等下等下，龙骨豆腐。哎呦，哎呦，洗一洗啦，好碗好碗鸡啊，你知道好不？我们不会说的。好碗鸡啊。啊。再买两份。哦。花了1000块买到1500，超过1500的东西太值了。有时间就来，我来做生意啊。时间就是来搞我搞。啊！哦，我是我慢生意啊，这边我就慢生意啦。我慢生意。小包有多少？小包有多少？小包有多少吗？还掉啊？好，算。哎，是七喝。小包一个面啊，我讲叫下段。小包你有多少吗？你最近还够？第二单是另外一个了。一阵，好像分一阵哦。没有，好，你问一下，你问一下。看还有，啊，还有，你说我正好这样。对，没有啊，对。你刚才有量吗？没有哎。那我帮你看一下。我第一次看到马尾包那么慢，哎呀，抖音。高点，三股龙。比较高点。你到老也有高台，他把那个。人家都把。来两个的。两个的是啥？还有一个谁呀？那个。好脏哦。谢谢谢谢。最后一个。最后一个。是啊。是包几份？12份啊？最后一个，啊，三份，先收留着。很结婚呢？来喽！要够，先这样。真正存一个，真正存一个，迄个，迄个，迄人要来，人要来。啊，真正存一个，这对敢无500块价，但阮面子嘛，敢存到。靠呀！你安尼说，别人都无。无啦，靠呀，无要听啦。哦，这块是100块，啦，是400块啦，讲唔对。这尾价我买103块，两尾加起来就要205，来205，这尾我哩100啊。哦，两尾安尼就超500，安尼500。哦，啊，这堆买100块，安尼500。哦，这包啦是400块，
五百，即尾咸鱼啊八九十块来五百，即尾鲈鱼改换百三块五百，即尾石斑改无四百块物件来五百，我招一个五百块，啥物啊？最后一个，我硬招嘛要甲招出去。去啊，好不？无甲你换锁匙就好。啊不，无甲你换安全帽啊，无你衫脱落来，我真诶要甲你换，换好来算啦。啊，买靠边只只，迄对五百块无迄个鸡蛋吗？你很讨厌的。不过买算你啥物价？算你五百块。哦，不多说了，算你个头像公，我唔知。好，鳕鱼啊，好像公我唔知啊，水的吼。哦，手拢麻伊啊。哦，搞出来好切的啦。哦，即块五百，安尼好不？哦，算你啊，头像公我唔知。啊。这块就是这边的安尼。这边的。这边并不多的。放心，你看你到几哦？安尼我跟你讲，你看乌色的所在有外高，伊就是外高。你听我意思啦吼，看黑色的地方，那真正出日头啊，无天亮。三股拢的，你咪拢下下聊啊，叫你出日头。我讲来啦吼，你看乌色的所在有外高，伊就是外高。大姐，听我讲意思啦吼，啊好来，卖阁加讲五百，安尼不讲了，哦，一五百，哦，两地五百，一斤三百外，高岭南的保证无水酸，五百，安尼三地五百，哦，三地五百，来四地五百，卖加讲，哦，向厝来，一个月都少你五百块，多啦五百块，来五百。哎，这边买过来，哎，哎，一盒，哎，一盒，好来。我跟你讲，哎，你看乌色的，我就跟你解释了。这乌色的所在有外高，伊就是外高。无可能讲退兵以后啊，吼，连这卖都无伊啦，无可能啦，吼，来讲真的。目标被买走了。哦，五百块。啊，没有了，那不急，没有了。可以就嘛有，哦，五百块。那条乌鱼标嘛，乌鱼标你敢要吃啊？乌鱼标啊，好来，吃我妈来，好来。上面的大哥。来五百块。最后一份被他买走。来。五百，来吼，啊，佫啥物靠袂人去啦，去啦，佫啥物事啊，佫招一个五百，好无？算你五百块，看你要吹无？吼，咱讲真诶啦吼，保证无水算啦，来啦吼，五百块，佮恁男诶袂水算五百，无啊吼，五百块我要上话吼，好来，来，哎，佮只算你嘛吼，算你赶快啦，后壁五百块，算你，算你一样，啊，可以啊，讲真水啦，吼。可以啦吼，可以感觉五百块，可以加，哦，盐酥酥加真好食。哦，这拢多料。这拢有多康的，拢有多康的，好来，拢有多康的，来，哦来，我讲吼，可以五百块，我讲一箱尔，剩一箱尔吼。好来，哦一袋五百，啊这无冰的啦吼，头拄仔讲说二三冰来，我这无冰的，哦一袋五百，安尼啦吼，来一袋五百，哦来一袋五百，来啦一袋五百，两袋一箱啦，哦两袋五百，哦两袋五百。两地五百，还三地五百，三地五百，安尼啦吼，哦，三地五百，还四地五百，哦，等于真啦，可能平时你同意袂系五百，哦五百，哦五百，哎，我你讲来吼，少少条就好啦，食较济就死个人命拢无啊，鲑鱼啦吼来，我咧处理条一对五百，都要五百块，几地啊？五地，六地啦，无半多，同你阿无半，无半地啊。咱讲只存玻璃龙，玻璃龙我送两口你，我记，好啦，好用。好像十二分啊，不是十一就十二。哎呀，滚了多少天哦？晒窟窿了，早在头都慢慢下下掉，还这边还无办。哎，那物件下下掉在咧天哦，真无道理啊！咱讲真诶，哎，要食去就是五百块，鲑鱼剩两个人食五百，五百块鲑鱼恁要先无？五百，无吼，五百块无吼。我问一下，恁敢食乌鱼标无？乌鱼标啊，恁敢敢食？我咧讲来，我才剩三四包尔，好来。哦，我剩三四包，看恁要食无？乌鱼标啊！我看恁敢食无？我咧讲，要食现头啊，乌鱼标嘛，即卖尔。做酸菜。但即卖才有啦，现头啊系啦。我咧讲来啦吼，即包偌济三斤重？安尼啦好无？卖讲我你开五百，好无？一斤两百嘛，哦，一包五百来。哦，一包三斤五百来。哦，一包三斤五百。我咧讲来，四个人尔。哦，等于一块买啦吼，五百四百来，好无？四百来，三五来啦，四个人一个三百块就好啊。三百块你要吃无？乌鱼标你敢吃无？乌鱼标报一下，报一下。乌鱼标三百，阿爸要上话。乌鱼标四个人一个三百，无哦。乌鱼标，你拢唔敢吃乌鱼标哦？算了，一包三百三斤重嘞。他在南部看，两包五百，好不好？算了，会惊白白去哦。你台湾都在想报白去哦。好来，来，啊，对面够啥介意的无？全部都答。没有什么喜欢的啊？
来喽，哎，三百，来不要了，三百块。哎，你敢食牛排哈？你敢食牛排？啊？牛肉你们有吃吗？牛肉啊，啊，我跟我你讲吼，啊，这三包啦，我不知道上料了，剩三包嘛，唔知要创啥。哦，迄个海龟子的吧，你要吃无？我剩三包嘛，唔知要创啥咧，讲真的啦，一百块就对了，人要爱无一百块，哦，一百块，一百块就好，一百块，你要吃无？一个人命无啊，还一百块，唔算无啊，恭喜啊，大哥来，大哥来，来。你这个有啊？迄无啊，都无啊，无啊，无啊。好啦，哎你，佫有啥物介意的无？啊，你佫有啥介意的？咱三个拢处理掉啊啦。哦，啊，这十支棒棒腿啦，棒棒腿十支，啥物事啊？棒棒腿十支，微波炉气炸锅烤箱用火烧，500、400、300，200多啊？棒棒腿200，真不错。棒棒腿200，无要啊，好啦，迄个这人吼，咸猪排你要食无？后礼拜我买袂济啊，伊我阁创一支新的礼拜啊。我咧讲即后礼拜买袂济啦，我阁创一支新的礼拜啊。我等于我阁即个烘的炒的材料拿好无？咸猪排只个尔无啊？好一条外底，四个两百，好四个两百。我来啦，咸猪排，四个一条两百，两条卖400，两条卖400，开300，三个人尔无啊？我开300，开伊还阁来一个200块。